卖奶的也栏杆绳。我还有这种娃的。现在大家都是，一般都刚听说风控的日子，就会突然的全都走上街去买菜。对面螺蛳粉也排好些人，正好也是周末，今天是星期六的早上。现在是广州市海珠区星期六的早上10点多，非常多人。大家都出来买菜哦，这个小店里头的菜都不多了。也没有价格。为什么这么多人进去买？没有价格也去买，这菜很便宜，番薯都3.5块一斤。